服装的造型整个是走一个马赛克很闪亮的路线，然后就是也是希望可以跟金钟奖的金字就是可以有一点做搭配的感觉，然后再配上闪亮亮的珠宝跟这个项链。那老公有说什么吗？他就是帮我加油，然后希望我今天是红毯第一美这样。